康瑞台风来袭，垃圾以及资源回收还收不收呢？市长谢国梁在市议会市长施政总报告上力推市民好朋友可以利用手机下载市政府环保局的基隆垃圾车来了的 APP， 并且在休息时间时亲自示范，可以随时掌握台风来袭、节日放假以及平常时刻垃圾车和资源回收车有没有正常出班以及车辆到了哪里的及时动态通知。推动全新基隆垃圾车来了 APP， 提供及时清运资讯及便利服务，这个我本人也有下载，相当好用啊。就是我们本府有推动了这个基隆市垃圾车来了 APP， 让民众可以及时掌握垃圾车的一个位置，那可以方便他来做这些家庭的这个清洁的一个使用等等。那此外，民众也可以透过 APP 申请大型废弃物清运、水肥清除及流动厕所清理等服务。截至这个目前1139月1号至9月30号为止，上线使用人数共计是16274人。市长强调，他自己也有下载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欢迎市民好朋友多多下载使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